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12月1号的《观天下新闻》，我是李一凡。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新北市艾滋病防治的相关报道。市府卫生局表示，新北市15到24岁青少年的年新增艾滋病的感染人数，前年总共有171人，到去年总共有139人，感染人数明显减少，可见近几年校园艾滋防治宣导有相当的成效。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者仍然是高达90%以上。卫生局就特别提醒年轻朋友们，艾滋病相对于其他疾病是比较容易预防的，一定要加以注意。为了加强校园艾滋防疫，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射出3支箭，分别是培训种子教师直接入班宣导，将幸福巴士开进校园并设立粉丝团，以及结合民间团体提供艾滋匿名筛检咨询服务，建立年轻族群对艾滋正确认知，以及加强自我健康管理，以降低感染的风险。今天是世界艾滋日，所以我们今天卫生局特别办了这场记者会。那另外一方面，艾滋病啊，虽然我们好像老生常谈，其实这个问题在每个国家都还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啊。那其实在台湾，我们也是在新北市，我们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推怎么样去预防。亚东医院个案管理师表示，年轻朋友透过社群网站以及手机交友的比率较以往高出许多，也间接造成这个年龄层的艾滋疫情上升，年轻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不安全的一个性行为，还有血体液共通传染性疾病。只要我们了解它到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传染性途径，其实跟这一群感染者朋友相处并没有那么的可怕。如果你我周遭其实有一些感染者朋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伸出友谊之手，鼓励他去就医，这样子的话，对他的零歧视的帮忙下，他才可以一个规律的就医。请这些讲师到学校去跟年轻的小朋友们去演讲，教他们怎么样做，有一个好的正确的性知识跟性的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那都有赖于他们真的一般一般的去讲，这个才能使我们今天新北市在这年轻族群的艾滋病的患者大量的降低。10月1号为世界艾滋病日，卫生局呼吁国人携手防治艾滋与关怀艾滋感染者，迎向零新增个案、零歧视、零艾滋相关死亡的愿景与目标。谢凤强，四五场报道。